长得太帅被吐槽，旁边的人会有怎样反应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妈，你能不能别再给我介绍相亲对象了？我不想相亲。我有对象，我现在就拍照片给你啊。帅哥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就是我妈最近一直在给我找相亲对象，然后我还不想相亲，所以你能不能假装一下我男朋友，然后我拍个照片发给她？这样不好吧？就拍个照片，拜托了。行，来吧。谢谢。妈，我发给你了啊！告诉娘，马上和那个男生分手。为什么呀？那个男生太帅了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他。啊？我也不差，行吧？这么帅，一看就是斯文败类。这么帅，一看就是斯文败类。别到时候给你妈，你还得给人家数钱去。哎呀，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画画的北北，画画的北北，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，我说不甘心也拍手拍走伤。你怎么又在我吧？打游戏。那在家不能打吗？打我屏幕了。那你吃饭没有？没有。吃个韭菜饺子。你没蘸辣椒啊？蘸点辣椒，快点！好吃吗？嗯。来吃个韭菜。好。多吃一点。你嘴上有点油，我给你擦一下。还有。你口渴吗？渴。等一下，给你来点枸杞柠檬水。来，再吃一个生蚝。来，我给你加点饺子。再加点韭菜。加点枸杞，来啊！我怎么也热啊？那咱们回家吧，我给你买双鞋。我不要，来打个鞋。再买个赛博朋克2077。可以。走吧。嗯。我很好，只是偶尔遗憾会从眼里掉。我很好，怎么比？